5月12日 ,TWICE 现身仁川机场饭拍出炉，即将飞往日本举行，进行第五次世界巡回演唱会。前几日 ,TWICE 演唱会在悉尼奥林匹克体育馆举办，吸引了大量粉丝前来观看，场馆座无虚席，气氛热烈，而且加演的一场。本来在悉尼只办周二一场，因爆满又加了一场，依然爆满，一票难求，普通票每张300-400澳元，折合人民币1-2000元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场粉丝各色人种都有，这一现象证明了韩国文化输出的力量，相信 TWICE 此次日本演唱会依然会爆满。